佛光山海天佛刹为了迎接法宝节的到来，假日在北辰市场发放腊八粥给民众。佛陀成道的意义也祈福民众平安康乐，民众九点不到就开始排队等候领粥，送出近万碗腊八粥。佛光山海天佛刹在监寺永昭法师、妙念法师、义长刘成昭灵、市长叶祖林等来宾，在简单隆重仪式过后，在佛陀加持下的腊八粥平安喜乐，由义长刘成昭灵等来宾一碗一碗的递给大众以结善缘。请您广结善缘的教诲，有的兴建房舍供人挂单，有的办理学校供人读书，有的美化环境重视生态，有的植树造林实践环保。我们也看到许多僧侣四处奔走广结善缘。所以今天咱佛光山还有咱平和佛教会佛光林所有的要甲佛祖卖平安卖啊，这个腊八粥烧烧吼，再去透早就起来三四点就起来煮啊，要送予在座的每一位菩萨，恁会当带转去吃，啊嘛会当带啊，吼厝内的人食平安吼，所以每一个人一定爱平安健康，安尼好不好？好。佛光山海天佛刹的佛光会，拢会带咱转这个市场吼，来咱转这北新市场来送腊八粥。啊，我常咧讲讲吼，每一个人吼，若有食到一年一度，若食到一碗腊八粥吼，安小小一碗腊八粥就食了吼，咱人吼，咱的老菩萨，大家吼，拢会平安，明后年都会平安一年，爱身体会健康，所以大家啦，爱要用感恩的心来食一碗腊八粥吼。啊，所以咱来就感谢讲咱的佛陀，在我们的这个佛陀的成道日，啊，咱的转这个海天佛刹，遮师兄师姐吼，已经无用几十日啦，伫拜了开始，哇，拜了就一礼拜，因为咱送三万碗粥吼，你看要拜遮了吼，爱有八种的内底材料，爱有八种。暗代叫做腊八，吼。平安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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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平安健康，来，都拿一份回去给老师。在这后面站过来，哎，不要走，来，安心的位置。好，如果你是帮忙的，也不要走哦，哈。如果你是帮忙的，就留下来给香。啊，春联哦，春联哦。腊八粥也是法宝节，佛光山海天佛刹在马公市北辰市场举办腊八粥普供养活动。今年也是受疫情影响，往年北辰市场现场煮的腊八粥移师在海天佛刹内煮，改装箱送到北辰市场现场，由监寺永昭法师以及义长刘成昭灵等来宾率百位佛光志工分送热腾腾的腊八粥，外还致赠星云大师的处世无畏和平共存春联。现场也分成不同路线，由来宾一一将热腾腾的腊八粥分享到每位乡亲手上，并希望大家都能心存善念，行善布施。不做慈悲吼，安尼感谢咱家普光山，咱只师兄师姐用伊的爱心啊，煮到这腊八粥，是来要送予咱只乡亲。啊，相信伫因的这苦心的之的这用心之下吼，啊，送一份腊八粥，就是送一份平安。啊，希望咱乡亲大家当笑吼，啊，会当就天啦。在社会情形之下，对不对？爱当配合咱这阵吼，政府所推动这阵的疫情的抗疫吼，爱记得挂口罩，啊，骨来洗手，保持家己个人的卫生吼，啊，保护咱家己，啊，无保护嘛，保护别人吼。好，谢谢。好，各位先生，过来，来，平安健康哈。好，来，谢谢。Hello。佛光山海天佛刹监寺永昭法师表示，为了制作腊八粥给民众享用，动员了许多会员义工，这一周来每天准备食材，而所有的食材都是纯手工制作并料理，除了米、红枣、姜、花生、珍珠豆、红萝卜等食材外，还以大杯咒水加持。这一个礼拜以来，志工们更是凌晨三四点就起床烹煮，期盼乡亲在享用后都能感受佛祖的恩泽。
温暖了每一位乡亲的心里，也平安吉祥。记者王海龙报道。